陈冠希出道时因为帅气长相红遍全亚洲，虽然近几年没有出现在荧光幕前，但一举一动仍是网友关注焦点。近来陈冠希时常被粉丝捕捉到近况，日前一名女网友就在网上晒出和陈冠希的合照，表示只有自己认出当时戴着口罩与帽子的陈冠希。只见陈冠希一身黑，身穿帽T和运动裤，随性搭配拖鞋，对着镜头露出招牌笑容，整个人看起来十分休闲随意。女网友透露，她很幸运和男生看到同一场电影，让不少粉丝十分羡慕。然而却有网友毒舌狂批陈冠希，他好显老，才40也垮得太夸张了吧，陈冠希像72岁。不过还是有众多网友大赞冠希好礼貌，特地摘了口罩跟你合照，帅呀，真羡慕。